最近围绕着这个缅甸发生的问题啊，尤其是在今年又重新回到我们视线中。其实前两年关于这个缅北是吧，嘎腰子啊，传的是比较广泛，国内的舆论呢起了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点像咱们宣传这个林则徐虎门销烟一样，虎门销烟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仅仅是英国为了开辟中国商路吗？啊，其实不是。长久以来，来自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的输入中国。从明朝开始，其实新航路的开发带来的美洲白银对中国的财政冲击就比较大。那么到了清朝，大家知道这个相对稳定下来以后，人口出现了爆炸，对外贸易呢实际上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仅仅限于往外卖。所以整个世界又变得很尴尬，不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导致中国财政出现问题，而是输入的白银过多，他们自己感觉到货币稳定出现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往你这儿卖鸦片是吧？这是长久收割利润的一个好办法，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烟民。那么清政府感觉到这个危险，我们在涉及到这个鸦片战争的所有影视作品中，通常你都能看到中国官员发出的相对清醒的呼声啊，就长此以往下去啊，举国没有可战之兵，而且也没有银子来支付甚至国内经济的周转。缅甸之于中国是一个险界之选，从它的名字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是吧。其实早在这个汉唐它跟中国的联系就很广。那么到了宋朝正式把它定义叫缅甸，遥远的一个山谷是吧，福王化归王化啊，可以说那中央政府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印象，因为他那有美丽的石头是吧，就有点像碧玺一样的这个绿色的石头。其实那东西一直到清朝才开始真的拿它当回事儿。那按照传说是吧，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还拿它当压舱石呢是吧，根本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但它这个盛产石头啊，银子金子包括红木是吧，那么这些东西能运到中原来的呢实际上并不多啊，来几个大象这个可以有是吧，就中原政府对他来说啊，从来都是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觉得挺好玩啊，因为他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不像越南那样一蹦一跳的老是要跟你搞点事儿。那么我们在历史上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他一直不是很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舆论上对他的宣传是非常非常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这个东西一直有是吧，有智能手机以来我们每天基本上都能收到很多啊，动不动让你电子签名，让你这个那个是吧，许多时候它是给你一个好的响头，然后你不知不觉的就掉进去了。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专门针对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诈骗，别说针对中国内地了，针对在海外的华人，包括我们在美国的很多华人被骗着终身积蓄的是吧，都不是一个两个。
那么诈骗的这些园区就仅仅在缅甸吗？啊，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是吧？今天全球各地稍微这个法治不是很健全的地方，是吧？其实都有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尽管带着一些口音，是吧？啊，不那么标准，甚至都不是内地的口音。嗯，他总有一些人在干这些事儿。因为诈骗带来的这个利润很大，而风险很小。在绝大多数法治不太健全的国家，人家其实真无所谓，因为你不骗他，是吧？你又不会说当地话，是吧？你骗的都是中国人，对，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是吧？遥远的东方啊，至少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而这些诈骗犯，他一般都是租一个 house， 然后在里面铺上床，是吧？搭上办公桌，啊，搞小隔间，然后架上电脑，抓着手机，抓着电脑就开始搞诈骗了。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东西在过去的几年里啊，包括今天的缅甸，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气焰去年被打下去了。所以今年你看什么电信诈骗，是吧？缅甸这个缅北，是吧？这一类的新闻相对就比较少，大多数是都是回忆录网上的一些网文，是吧？爽文追剧，然后展露给你看，甚至编一些故事。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什么呢？是缅甸又开始出故事了，闹幺蛾子了，是吧？缅甸你看那个果敢打仗的时候，游击队干不过政府军，就架上迫击炮，是吧？往中国来两发。甚至缅甸军方使用的啊，中国援助给他的啊，有一部分是半卖半送的这个战斗轰炸机，把炸弹丢到了云南，炸死了中国的边民，是吧？最新的一个新闻。是一枚手榴弹，这个丢到了中国驻曼德勒领馆，那就这也很著名，因为中国在抗战期间这个入缅参战的军队啊，曾经停留过的这些城市，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啊，多少还有点知名度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缅甸故事。尤其是跟中国人相对有关联的啊，非常好玩。我总是不经意的能看到这一切，因为这原来是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有可能选择的一个国家。就当时有几个国家给我选，就是我的朋友推荐我到缅甸落个脚，或者到老挝落个脚。我当时考虑缅甸那会儿在打仗，2013年、2014年在打仗。所以我说算了吧，咱去老挝吧，最起码那儿不打仗啊，所以我没去。即便是这样，咱也非常关心，是吧？因为中国人对缅甸了解的不多，缅甸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不算太小，5000多万人口。从地图上来看，其实很少有真正关心亚洲事务的人能忽略它。它上面跟这个印度、孟加拉都接壤，是吧？伸到头的一块领土跟这个阿鲁纳恰尔邦接壤，就是我们所说的藏南，是吧？印度占领的藏南地区啊。然后它跟云南接壤，边境线很长。它跟老挝接壤，跟泰国接壤。其实你要往下再看一下的话，它跟马来西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一个国家，即便它内部有很多战乱问题，包括今天的这个军政府执政，但事实上中共跟他们的绑定是非常厉害的。
去年为什么翻脸，就是因为这个电信诈骗，是吧？原来一年也就几百亿、一两千亿这个人民币的规模，中国政府嘛，也就尽可能是劝慰，是吧？因为有些问题也是你造成的，就是金三角。当时中国呢一直试图这个影响原来的金三角地区，从缉毒的角度上来考虑，让他们种甘蔗，是吧？种稻米啊，种其他的农作物、经济作物来替代鸦片。最后他们发现不行，这东西还得搞这个，搞这个毒品。搞毒品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就比较大，是吧？金三角是中国毒品的一个主要来源啊，除了咱自产自销的冰毒以外，是吧？其他东西就是特别讨厌，所以到最后他选择这个开办赌场，包括后来搞电信诈骗啊，都是产业升级啊，从这个原先的这个黄赌毒中间啊，选一个比较轻巧的。中国原来认为它的危害不大，但是到了两年前，电信诈骗的规模仅仅在中国，它收割的人民币差不多是20000亿。到了这个数字，直接影响到共产党在国内经济中啊所能调动的资金啊很大一部分份额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去年中国政府支持的啊彭家声的儿子，是吧？彭德明啊，据说很传奇，是吧？听起来像故事一样，一两千人的游击队躲在大山里的，突然能够战胜政府军，并且政府军拥有一个坦克营的都向他投降了，是吧？中国去年开始已经干涉了缅甸的内政，是吧？事实上已经忍无可忍，他已经干涉了啊。那么今年出来的这个手榴弹炸到中国领馆啊，明显的就是希望你更大规模的干涉，是吧？缅甸现在至少有我们能看到的，至少有三股比较大的力量，传统的反政府团体，我们通常关注的是缅甸北部的，是吧？跟中国这个靠得比较近的这个果敢呀、这个克钦啊，这一类的啊，就101这个特区啊，这一类的地四个特区啊，就是这一类的原先缅甸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其实缅甸内部呢也有很多反对中央政府的相对割据的地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缅甸政府军他们控制的主要是缅人啊，缅族聚居的地区啊，就是国土的大部分面积。那么第三个是新冒出来的，前两年军政府上台以后，缅甸发动了全国的这个抗议，尤其是学生，他们最后在被镇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反抗的力量，而且也躲进了深山，获得了外部的武装武器厂的支持啊，武器资金啊各方面的支持。所以现在缅甸的三方势力，但是跟这个手榴弹爆炸啊相关的，应该就是缅甸政府军和他们所支持的民兵。其实我们能看到的未来，可能缅甸在中国人的眼中会越来越放大啊，它发生的很多事儿都会影响到这个中国在一带一路过程中，在东南亚国家所伸出去的这些触角，那逐渐的回馈给中国的这个网络社会啊，不仅仅在是之前的那种网络诈骗了，是吧？可能会有更多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这一切相对啊，原先缅甸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应该来说有很大的转变。缅甸是一个军政府控制的国家，至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他们曾经短暂的啊，因为对民主派的放开，昂山素季的上台，是吧？在国际社会中选择啊抱美国人大腿，
把中国人一脚踹了。中国人援建的一些项目，包括这个落成剪彩的时候，连中国人都不邀请了啊，就中国人，中国政府在那儿做了很多无用功。但是很快是吧？罗兴亚人事件被国际社会关注，然后缅甸军政府为了保命是吧？又政变了，又上台了是吧？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变化，至少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一直存在着。普通民众对它的关注可能最多的也就是啊，缅北的电信诈骗是吧？什么把人弄过去这个嘎腰的这一类的，其实更多的不是。啊，他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影响是跟云南的这些互动，中国的边民从他那儿不仅能搞到毒品，其实也能搞到枪支。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啊自治势力，事实上是从缅甸获得枪支的。而这个国家在未来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轻武器的输送上，我相信可能是一个主要来源。我们未来关注的很多事件中出现的可能更多的是来自枪支啊这一类的新闻。好，谢谢大家，再见。